击肌肉应该属于馆长等级的。张宇尧，对，三局的下半一上来，上一场比赛的单场 MVP 曾颂文敲出安打。牵制来去破坏你的节奏的话，打者也可以破坏投手的节奏啊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半边，哎呦，看看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这个球结果在界内飞出去了，无奈，姜昆宇出现了两分炮，哇哦，哇，两出局之后给了霍的一个狙击，嗯，今年球季的第五轰，我还是要靠阿库内哦。当他在赛前的时候面对霍尔就打得相当不错，八场数四安打，来看一下什么球种背后。我还说这手啊，这个打直接打到标杆，对，他直接打到了界限标杆。好，这支两分炮，中信兄弟的在三局下半还手。线上购物独特一点，找好东西就上 CT Social。